门打开就是一道墙，里面无奇不有，很难想象要如何住人。啊，为什么用手？哦，无啦，啊手脚啊变量来叫我做。袂用去手，啊袂用袂用，我去处理个物件。啊，你节奏大，我看伊安尼哦，看嘛都难过。因为就是过年要到啊，啊你这主人哦，因为好着过年吼，住到舒适呗。冰箱和沙发必须找到适当角度，才能搬下楼梯。客厅勉强清出通道后，发现每个房间也都堆满东西，人力接龙加速清运。这里较重哦。都看不到天花板啦，终于清到看到地板啦。大扫除焕然一新，老鼠一下子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志工基会教育，希望阿嬷要维持干净。清清了哦，你来住的空间就较宽。啊，你毕竟住这大间，爱住人，毋是住遐物件。对了。哦，对不对？那这阮是租借，你知影？你是租借哦。对。谢谢那个师兄师姐能够让我妈妈解脱这个，就是整个房间整个完全没有办法活生活的一个窘况这样子。志工带动屋主、替代役男还有邻里一起打扫，亲帮亲，邻帮邻。希望说邻里之间能互相帮忙，多留意说我们周遭的一些独居老人啊。哦，隔隔哦，厝边隔壁哦，邻里安全哦，未有家传尿气。环境的污染，啊，今天你也非常来感谢咱哦，啊，慈济功德会哈。两天清出的杂物暂时放在屋外停车场，市府环保车和慈济资源回收车20辆次才清完。有没有像一面镜子？房间清理后，终于看到菩萨像，而志工也是人间菩萨，千处祈求千处现，关怀每个需要的家庭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江文龙台北报道。